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售。昨晚是创造营2020女团选秀的总决赛，比起创一从头火到尾，至今还常驻热搜的火箭少女们，创三简直是糊得无声无息的，除了秀粉之外啊，无人在意。但昨晚宣布成团人选，还是有一个被无数质疑撕出了圈，那就是吊车尾卡其出道的张艺凡。这个妹妹2000年出生的，目前就读于北京舞蹈学院，从小学芭蕾，身高175公分，大长腿，气质佳，单独看呢也算是个挺可爱的妹子。但昨天出道之后啊，她的名字几乎就是学习了整个广场了，无数的节目观众吐槽她根本不配出道，强推支持俄选皇族，是抢了另外一位选手徐艺洋女团梦想的小偷。昨晚直播到张艺凡出道感言的时候，弹屏呢也是被无数的负面评论给刷屏了，晦气、吐了、呕、关系户等等。没看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很疑惑，这个20岁的妹妹干啥了？本来开开心心出道的第一天，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这么强烈的吐槽呢？选女团你自然是要看唱跳实力的，拿内娱迄今为止最红的女团火箭少女来举例，孟美岐能够高位出道是因为一开始就展现了超高水准的唱跳实力，梁超越从参加节目起被炒到现在也是因为她唱跳俱废，实力方面没有一项拿得出手，而张艺凡就是另外一个典型的杨超越。创三持续2个月了，张艺凡完全没有贡献过任何一个有记忆点的舞台，出亮相唱歌纯粹是大白嗓，一边跑调一边颤抖，唱的还不如 KTV 的麦霸水平呢。节目录制下来，关于他的最大印象那就是哭哭哭，还给自己整了一个泪失禁的体质，倒是挺会吵的。2个月过去了，他的实力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。决赛最后的拉票环节，张艺凡 solo 表演了自称练习10多年的芭蕾，前面还挺美的，有点现代舞的感觉，但是表演全程都没有什么具备技术含量的动作，最后的 AD pose 还没有站稳呢，基本功真的是不过关的。而成团的7人舞蹈呀，只有他自己明显跟不上，被炒出圈之后解释啊，说昨晚张艺凡表演芭蕾的时候呢，触发了许多年的积累的腰伤，是打了封闭针上的台。粉丝表示他已经够努力了，你们还要他能够怎么样啊，就行了吧。创三观众这么不服气张艺凡的卡其出道，其实也是因为被他打败了第8名徐艺洋，着实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团选手，长得漂亮，唱跳俱佳，在韩国 SM 公司接受了多年的训练，各方面实力啊都比张艺凡要强出很多。这么来看，张艺凡呢甚至还不如杨超越呢，至少杨超越在参加节目的时候有梗有笑点，是出圈式的黑红人物，吐槽声和粉丝支持是基本持平的，最后呢也是无数的粉丝真金白银给砸出来的高位出道。可是张艺凡不仅没实力，人气也非常一般，粉丝盘和路人盘都被卡八位的徐艺洋吊打。尤其昨天公布创三决赛选手们的集资酸奶榜，徐艺洋粉丝集资是近279万，张艺凡只有不到86万，两个人差了3倍还多，就这张艺凡居然踩着徐艺洋成功出道了，哪个秀粉丝看了能不感慨一声皇族牛逼呢？张艺凡在出道7人团里面呢也显得比较的不协调，身高明显高出了一头，风格呀气质呀跟其他人呢也不在同一个划分，而且啊同团其他的选手的粉丝也担心他只是来玩玩，会拖全团的后腿。这并不是张艺凡第一次出道了，去年的10月他就以芭蕾少女的身份参加到了专业类舞蹈节目舞蹈风暴，之后没过多久电影少年的你上映了，他饰演到的是周冬雨的同学，开头就被校园霸凌而跳楼的胡小蝶，年底登上了《声临其境》第3季，成为了新生班的成员之一。再之后呢，就是今年初开始录制的《创造营2020》，短短几个月上遍了几大热门综艺，张艺凡得以把自己的特长展示个遍，一套捧红流程行云流水，充满了资本的味道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张艺凡上了这么多节目，没有一个是用实力来征服观众的。《舞蹈风暴》忠实观众我本人看到他出场的那一期，觉得很奇怪，他的镜头格外的长，几个老师来回的夸
氛围造的贼足啊。可是在一众专业舞蹈选手里面，他的芭蕾实力真的很水，明显基础班的水平，一轮游淘汰离场了。既然明显跟其他选手实力断层，那么他凭什么能够参加这个节目呢？之后看少年的你啊，他饰演的胡小蝶是整件故事的起因，但是又不需要太多演技，大部分时间是哭丧着脸就行了。他此前也并没有任何的戏剧训练的经历，凭什么能够得到这个角色呢？再就是创三，没歌喉，没舞蹈，没人气，典型被炮灰的三无选手，此前压根就没有能够想到他能够踩着许艺洋给出道了。宣布决赛名单的时候，毛不易偷看了一眼，整个人震惊到失语。张一凡一个素人，这么多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他就是做到了，资本的味道越发浓郁了呢。谁都不希望自己的爱豆队友啊，只是个会拖后腿的废柴。现在呢，张一凡几乎是集中了来自于创三其他选手粉丝们的所有怒火。今天虞书欣用微博小号发文支持张一凡，也被连带批评了一通。这个时候说实话不合适，德不配位必有灾殃。今天这一波全网骂声，也许呢只是张一凡从艺道路上面的开始。如果始终保持这样的水准，那么他之后必然面临的是更多的坎坷与不快。以目前内娱的偶像生态来看，出道未必是幸运，以后路还长，且看着吧。吃瓜不断，娱乐不停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